来看好开，比较无必要。诚心的人就袂可能。啊，是讲明仔载就要来要贷款，第一期的利息先较不紧啊呢？哟，遐紧哦？哟啊！啊，借问呢，要来偌济？哦，爸，卡恁5万块啦。迄拢你的代志啦，你甲恁负责啦，恁爸袂插你啦。拄只我经过海钓场时，那无看到狗啊。阮到这阿公有代志要出去啦。那是安那，狗要出去唔免罚债。到这有狗请假啦。我土地过名过乎你，海钓场敢有过名过乎你？无啊。既然甲无海钓场，就是我头家，是安那阿狗要请假唔免罚债。到这就狗讲伊要请假。啊，叫我甲你讲啦，啊，讲煞吼头我就做出去，我要甲当做袂赴啊。迄我的代志啦，海钓场是我的，甲你无关系啦。喂，有村的，阿狗吼，有带一阵吼投资度假村的人吼，讲要去找买人家矿井呢。啊，这阿狗嘛真害呢！啊，人迄自救会成立了后，营地都有讲做，伊要负责带迄事务啊出来，甲大家讲个清楚。啊，伊奈佫带人去乱啦！啊，因就讲哦，昨昏迄自救会成立了后，都已经去筹备厝遐矿井啊。啊，即嘛要去筹备啊遐哦，是要甲筹备蛤蟆位啦。咱水底了解的线股，大家拢知影讲，筹备啊伫伊个筹备处做个顾问是挂名个尔啦。啊，是凭啥带去筹备因兜共乱啊？啊，因讲安尼做吼。甚物讲要予英弟啊压力啦？那安尼哦，英弟啊再较紧哦，将迄书文啊甲哥个找出来啦。安尼嘛好啦，啊是讲我咧交代哦，你爱倒出去先生甲带好哈，你千万都袂用带先生踏入初步缘投一脚步。我知啦。说起来，先生，奶奶跟你讲吼，迄外口吼有足侪歹人，所以先生唔好出去，知不？知。嗯，乖。你是杜家村自救会会长呢？你是安放我阿狗带规阵人走错尾，因斗共抗议啊？我都唔知影讲，阮狗这下有代志，还是要带人去错尾这因斗抗议啦？我就知影，我一定甲冻落来啦。一挂自救会会员都控制袂住啊，唔知咧讲做啥物会长。爸，啊你要倒啊？要来去自杀。待落入遐尼久啊，啊那一点动静都无哈。哎，可袂对阿伯门栓去哈？大老兵啊，你放心啦。那初尾啊，因的厝前后壁，我拢叫咱自救会会员哦，拢围起来，伊吵是难背啦。我看吼，是初尾安尼上哦，啊惊到啊，咪个房间唔敢出来啦。啊伊那安尼咪咧，啊拢唔出来背会，啊那是要安怎哈？大兵啊，无安尼啦，伊若唔出来，规日咱动静嘛，来个谈判。好哦，恁爸甲孙妈拢一寡代志都提甲哩哩哩哦。会啦，英弟啊，我阮拢在度假村哦，迄拢总是艰苦钱呢。啊，咱即款钱拢叫人碰去啊啦。啊，恁安尼急点点，也毋出面出来解决，安尼敢对？英弟啊，你讲遐，阮大家拢是被害者呢。啊，搁再讲哦，阮这边的抗议哦，阮这是和平的抗争呢。英弟啊，啊会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相信哦，自头到尾哦，你一定是比阮较清楚的啦。
啊，你哪会出面哦？顶处理一下啦。这件代志，我嘛足想要替恁解决嘞。啊，我嘛一直咧找厝边仔下落啊。找无着无？啊，我有知你会讲安尼啦，莫讲这种旧报啦。表面上哦，我要替恁找厝边啊，哼，我看无得甲你暗中有我厝边在来往嘞，只是咱大家唔知尔，对无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完蛋啊！谁啦？咱即摆水底了发生这件代志，我心肝嘛足艰苦的呢，我哪有可能安尼做？莫惊啦，那亲像阮李尚咧讲的，我看等下恁准备要后壁分钱啊咧。阿狗诶，胖胖诶，啊恁是搁咧创啥啦？昨日丢皮厝空也无够，现在我怎只咧闹哟？诶，笨诶，莫讲闹哦，阮来只找只公道的啦。找公道，啊恁借问一下吼，迄度假村宏观爷爷钱，甲厝边有啥物关系哈？那也无关系，臭火姐啊，伊是度假村的顾问嘞，啊，即个规个丢皮厝内底拢放空尔啦，阮当然来找顾问，阮唔是干那要找顾问了，嘛要找英弟啊，啊，这个代志甲英弟有关系，那也无关系，英弟甲苏文本来伊是咸要变红阿婆啊，嘿，啊，即摆红阿钱我走去，莫干免负责来责任咯，你有对唔对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负责任啦，负责任啦，各位，恁大家认真听我讲一下好无？崩掉啦！虽然我甲苏文也是好朋友，啊，不过为着恁，这件代志我袂放掂掂啦。人咧讲，弯有条，坐有主。我希望你给我淡薄时间，我一定甲苏文也找出来，给恁一个交代，安尼好不？好啦，给你三天的时间啦，三天的时间啦，你一定要甲苏文也找出来。啊，若无，我会过来恁家啦。给你三天时间好不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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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天时间，三天时间啦，英弟啊，三天的时间咯，会记啊。呀，不能走！哦，行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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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英弟啊，啊恁爸嘞，哪无看到伊个人？阮爸上无胆，一定是买房间唔敢出来。这边人讲话唔敢出来哈，就当作什么什么情形嘛，困在中道嘞，外口人咧屁屁叫，咩要当夜讲话出来哦，准备吵架叫啊，啊人在哪里？都走起来哦。出来！哼！这个，啊，你伫个房间，不是讲不爱出来，啊，你若出来，敢那迄阵啊，你累都累死啊！我你靠有用嘞？这叫以静制动啊！你晓得不晓得？不是我咧插屁啦！什么规日来徛我面头，只要当叫我嘻嘻嘿嘿过过。臭不要！你出来！方警官，你要救我！我要找本爷啦！本爷，我跟你讲哦，臭不要因爸仔囝，你给我顾好哦。唔当我无缘无故来失踪去哦，啊无死到哦，阮遐自救会的人规定会去恁派出所抗议哦，到时哦你就见场卖做。大声大声声啊！不不不，你看我讲这款话啦，我只不过我是咧度假村哦，啊挂名出钱，小小的顾问啊，我也无贪嗔无贪念啊，干我屁事啊！这个，唔是干那你的大脑较重啦。连本先生做起来都叫阿狗吐槽啊，点点底啊唔敢讲，连应嘛唔敢应。本个我无共啊，苏文叫本个是叫职啊哩，啊苏文狗也无亲戚关系啊，就无。这个，啊你平常时就伫咧讲啊，要甲英囝哦嫁予苏文啊，啊算下恁的关系哦是丈人囝仔关系呢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讲讲讲讲。好啦，爱婆，莫讲伊有诶无诶啦。今日想咱英囝初辈教我。那会敢那下到第四件，无会同我讲。最主要就是阮三个甲苏文啊拢有关系啦。哼，林正英，啊你到底是甲人讲哪讲啦？啊，因咧规定人听你讲讲，我走去哈。我甲因讲，我会负责甲苏文找出来，互因一个交代。对啦。啊！你讲你要负责哦？啊，万一若找无人咧？啊，咱等不着，人咧啊，厝咧，爹叫，大声无半只，啊，你会搞答应啦？你唔是咧讲为着惊咱先生走过粗皮迄边，啊！你怎将咱的大门关掉咧？系啊。啊，那安尼，迄阿狗啊，带遐抗议的人离开粗皮因兜，经过咱门口店，你哪有看？我都为迄门旁仔甲看出去啦。啊，等你规家人我出去吼，我门才甲拍开啊。哦，安尼就会当证明讲你甲先生两个拢无离开咱兜一脚步啦，吼。啊，等若不准我出去，我当然嘛唔敢出去。安尼就对啊啦。伫个苏文啊吼，还未出面来甲咱做说明，这段时间哦，咱拢总莫采取任何行动，咱就要听下甲苏文啊出面来甲咱说明了后，再来采取行动。
讲话春的，啊，伫家庭啊，回来的时阵吼，你拄到初辈啊，甲英弟啊两爸仔囝吼，你对伊讲话还恶翘翘啦，啊，佫讲吼，师傅拿钱刮走吼，因两爸仔囝是强无。哎呦，啊，我迄阵都拄拄啊吼，咱的钱去用刮走，当咧讲啊，啊，迄阵啊吼，心讲到店才乌白讲，你无听人白讲，讲咱咧烧麦的时候，无三支嘴啦。啊！若烧正的时候，现无六支手啦，我爱嘴长嘴只安尼讲。好，那安尼吼，我甲天上啊吼，去调皮厝遐控精吼，你才遐尼生气啊？你唔知哦，以前啊，我向往看到恁伫遐咧控制的时候，是气到要死哦。咱这人哦，若发生任何代志，拢一定要用正当的管道来申诉啦，拢袂用个啊乌白去共控制啦。尤其是要游行啊，是要控精哦，拢嘛要经过申请，面顶有许可才会使行动。我拄只吼看到迄饭个吼，嘛去撮配因遐呢，奇怪，啊饭个呢，知影讲吼，阿狗要去遐控精，一定有尿白啊。迄我报个啦。爷爷是尿白啊。萱萱，你袂使讲爷爷是尿白啊，爷爷吼，叫做算命。我村个，你若有阿狗因遐知影讲吼，是你去报，你就可能找死。我无咧个惊啦，我做人光明正大啦，树头若徛好栽哦，唔惊迄树尾伫咧做王太啦。讲到这个阿狗嘛，莫互我拄着，若我拄着，我要阁甲咬死个。哎，凤啊，哎，我出来，阿弟。哎呦，萱萱，你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最乖了哈。凤哎，饮茶啦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阿弟啊，啊，今日恁妈孙啊，那叫你平静。无去隔壁控制哦。阮有阵咧就无爱话去，我唔敢去啦。哎呀，有阵咧，啊你进前唔是咧怀疑讲，苏文啊甲高主任挂走遐个钱，啊初辈啊甲用着是共犯，啊今日哪会反对红弟去遐控制啊？我拄则就讲，阮红弟听过啊，伫这苏文啊吼，也未出面做解说哦，这段期间哦，我未去参加任何控制啊。啊你进过怀疑我甲苏文有咧串通无？凤姐啊，你敢那为着这个代志一直在跟我计较哦？好啦，为着莫让你生气啦，归去安尼啦，迄句话我即摆给伊收倒转来。安尼，你搁我拜托一下，迄个督察室有要把约谈啦，到时希望你会当替我讲几句好话。啊，你嘛了解我这个人的个性啊，对不？到时我这个人吼，会实话实讲。春姐，啊，你拄则不是讲对本的误会已经化解啊？啊！你若讲要实话实讲，我只不过是对伊个误会化解尔咧。伊也毋过到底崩个甲苏文啊，因是毋是有任何瓜葛，我拢也毋知影，对无？除了讲崩个吼，伊伫我面头前哦，表示予我看。好啦，有春诶，我即世人做警察做遮尔久，头一摆伫咧百姓面头前咒诅，我用我剁手摸我心肝，伫你个面头前咒诅予你听，杜甲春个代志呢？跟我崩泄约，真正一撮牵连都无。卡出来真是有牵连的，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处罚，甚至牺牲我的性命都无要紧，安尼使无？春的啊，人崩的是警察的，啊，今仔我当你的面酒桌，阿摆要搁人误会啊啦。放心啦，我以后吼袂搁甲误会的啦。也唔过崩的，迄个苏文啊吼，甲迄个太哥的吼，你若无甲找出来吼，到时我不管讲你是皇亲还是国戚，我照顾不过哈。啊，你暗顿无食，巴肚会枵无？我煮面来食好。我刚食的咯。现在哦，全村怨我一个，我一个惊全村，我敢吃的咯。啊，就是因为你是丢皮厝的顾问啊，啊，因现在钱去用赶走的啊，免讲嘛心光火多，啊，当然嘛一个理论啊。啊，我只不过咧，拄只出看一个小小的顾问而已，我这但是想要变到这严重啊。这就是给你一个教训啊，以后若要答应人什么代志哦，爱小想一下，莫一下就应啦。安照控制拢袂赴个咧，啊，出门即摆就找袂着人个，啊，呾好个咧，你即摆讲答应人讲哦，三工之内要甲人交出，等啥物呾找人啦？我暗算明仔载要去遐台北一逝啦，去苏文个总公司找看卖啊，无你较找着苏文啊。哎呦，
我哪袂去讲台北找总公司啊？我说苏文真正美个呀，莫讲伤济，咱就出发，行。你毋着先我甲台北迄边联络好，啊，看情形怎再搁起来啊？英弟啊，团长无来甲咱注意哦，啊，饭搁无伫哦，规安尼，咱包我款款，老婆。起码咱两爸仔囡做伙离开厝，遐自救会人就认定讲是咱两爸仔囡甲苏文啊串通好，挑工把遐钱赶走啦。啊，咱平常时都甲做了，永久逐日拢遐尼好，啊，来即摆变安尼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挡不住你后壁塞龙的。阿伯毋是遐尔无明理的人，伊讲会安尼讲，是因为当你风火头。我比你较了解挡不住咧，伊靠袂住龙门，冤仇人愈多愈好咧。你莫安尼想啦，无咩安怎想咧？你若看阿狗，阿狗后底挡不住底上久咧，啊，即个发生什么代志哦？你这标准就食爸我爸，食母我母的少年咧。啊，你看阿狗是挡不住阮狗，有主有责，挡不住我比比你好啊。那真是安尼，下晡遐人来咱兜控伊的时阵，是啊，无可能阿伯甲天上因。啊，这件代志我来烦恼就好啊啦。既然我答应要甲苏文啊找出来，我就一定要做到够。那你我要做啥？你做你在厝的，无人敢甲你安怎啦？明仔载我要代爸进前，我会打电话崩的，拜托崩来咱兜一撮。英弟啊，你得赶紧转啦，啊那无。厝的我跟阿强，我们两个幼小的心灵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。看好开啦，看好开。